我们今天呢，早上呢，我们发现就是我们每一天，都有一个倚靠。那我们有时候呢，人家说靠人呢会老，靠山山会老。那有人说靠自己最好，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倚靠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，就是倚靠耶和华。那我们呢，能够在他的牧场里面啊，让神的爱一生一世的有慈爱跟恩典陪伴着我们。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一条：耶和华是我牧者。